主演的雪降花虽然一度被抵制，但依旧是挺过负面声浪，顺利波毕。揪心的大结局让观众被虐惨，只好来看一下戏外养眼的两位主演，平复一下想给编剧及导片的心情。今天视台官方释出了丁海寅和基素一起看剧的 reaction， 其中有一幕男主角手中拿着纸飞机信的画面，而纸飞机也是两人在剧中的定情物。没想到丁海寅竟然祠堂带回家。我내가쓴이거저희집에있습니다진짜요 이,、네、이종이비행기직접쓴종이비행기편지제가갖고있어요내건데相较于一脸深情的丁海寅，基素直白的反应看来是没 get 到对方的感性，让丁海寅忍不住笑出来，真的是太可爱啦。